世界不遥远，慈悲爱相连，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大德，我们继续来由法句经故事集来学习花瓶第四瓶里面毗舍雀这一位佛陀的女弟子，她的生平事迹怎么样子来实践佛法。因为他的故事太丰富了，所以他这一集就让我们继续到这一次的第四个单元，从第一个单元谈到他的生平，家庭的环境是很富有，然后他因为外祖父母亲都学佛，所以呢从小就听闻佛法，也能够对佛法有正确的认识。然后他的父亲在他出家的时候又能够教导他好好的做一位媳妇应该做的品德。然后我们第二集又继续把他父亲教导他啊，要为人媳妇的这个妇德啊，就是要能够不宣说人家的这一些的是非啊，也不要把家里的是非宣扬出去啊，然后呢能够勇于就是乐于布施啊，能够这个借给这个应该借的人，然后也能够就是好好的关照家人啊，所以就能够欢喜的做，欢喜吃啊，欢喜睡觉啊，乃至呢要照顾他的公公婆婆丈夫，就好像是火一样，不要让他们生气，然后呢也要能够照顾他的公婆先生，就好像是家里的神一样啊，就是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虔诚恭敬的心呐。那这样子的一个培养就是能够敬人如神，那佛法讲的我们也要对一切众生都要慈悲啊。然后我们上一个单元又继续谈到毗舍雀呢，他能够恭敬他的公婆，可是当他的公公对比丘不尊重，也不能够布施，这样的时候呢他就要提出他的这个真正的正直的话所以他谈到说他的公公虽然有钱呐，可是呢他这一生没有在行善事，所以他虽然吃的很好的食物，用的是金碗，可是他吃的就好像是腐败的食物那结果呢他的公公本来要赶他，结果也接受了他的这个解释，然后也接受毗舍雀呢他认为他在这个家庭应该要能够有供养佛，能够供养出家众，
能够有布施哦这样子的美德的家庭啊，他才愿意留。所以他的公公也答应了。然后呢，当毗舍却就是邀请佛陀到他们家里接受供养啊说法的时候啊，他的公公呢也听闻了佛法而了解的佛法的道理啊，也被转化了啊。那这些的情况呢，是让我们了解说，一位好的啊家庭成员，尤其是啊媳妇啊，像我们现代啊啊也有很多啊为人先生或是太太啊，或者是媳妇的啊，那公婆没有信佛啊，或者是他的先生啊太太没有信佛，那他又很虔诚呐，那有时候啊我们会觉得说啊为什么？哦、他这么虔诚，可是家里的其他的成员不信佛啊，他就会很难过啊，然后有时候会用很强硬的方式啊。那我们看到毗舍却的方式呢、哦、他就很有智慧，很善巧啊，而且呢能够用一个啊佛法符合的这样的道理啊啊，来让他的家人啊从不信而能够真正也能够了解佛法。那这个部分呢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其实佛法的深啊，它是在我们的心里可以体会的，那它的切入点其实也是在我们的生活起居日常云为啊啊，所以深的是我们的心，可是浅的是要表现在我们的啊身口意三业，我们的行为举止里面呢、啊，啊，所以佛法它是要在人间，要在我们的真正的行为上面来落实啊。所以这样的故事，那我们就更加的珍惜啊，也非常的亲切啊，啊，也可以了解说，哦，一位啊佛陀时候的这样的一位女弟子，这么有修行。啊，被佛陀赞叹啊，那他的行为啊，也都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啊。那上个单元我们就谈到说，这个啊，毗舍却呢，他因为转换了他的啊公公学佛，然后呢，公公呢乃至感恩他、啊，就称他为母亲啊，所以他的公公的名字叫做禄啊，就是。弥迦罗，那他称毗舍却为母亲，所以毗舍却又有一个别号，就称作禄母啊，或者是禄子母。那下面我们还要再继续谈毗舍却的事迹啊，因为前面是讲他啊，他的小时候啊，还有他遵守他父亲的教导啊，还有啊，他跟他公公的这样的一个啊转化的过程呢、啊。那接着还要讲的就是他对佛陀的供养，还有呢他啊对于这个世间事物的这种态度啊，所以接着我们就要啊谈到的，也就是他啊就是有一次啊，他因为去到这个奇树给孤独园啊听佛陀说法，那当时呢他穿的一件外套啊。啊、就是他的、啊、父亲、啊、因为他父亲也是富翁啊，他的公公也是富翁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富贵的这样的一个妇女啊，所以他的父亲呢曾经送过他一件、啊、价值连城的外套，他那个外套呢是镶满的珠宝 啊， 啊，我们看过这个、啊、就是这个名牌啊，或者是非常、啊、这个昂贵的啊，这个衣服啊，它是用镶金边呐、啊，用是又镶钻石啊，这一些啊宝珠啊啊，那他就穿着这件外套呢，啊，他去啊听闻佛说法。那当时呢，他听了以后呢，他就觉得呢啊，一方面太重，又觉得太热，他就脱下来。那脱下来以后呢，他就交给他的。仆人保管，可是他这个仆人呢，因为很粗心大意啊，就忘了，就随手呢
啊，也许拿着的时候就放在地上啊，啊，结果啊就遗漏了。所以当他回去的时候啊，他就问起他的这个仆人呐、啊，哎，他的外套呢？啊，结果呢，他的仆人呢就说：“哎呀，啊，他丢了，啊，就是没有拿回来呀。”所以当时呢，这个皮色雀呢，啊，他就要他这个仆人啊，就回去找。可是呢，他就交代这个仆人啊，就是说，如果啊，啊，你去找这个衣服啊，那这个衣服呢，已经啊被阿难尊者收起来的时候，那你就不要去跟阿难尊者要这一件衣服回来啊！我要把这个外套捐出去。那因为当时呢，这个阿难尊者啊，他是随侍佛陀的嘛，那佛陀说法的时候，他就在身边啊，所以阿难尊者称为啊，就是多闻第一啊，就是他随时都听到佛陀说法啊。那皮色雀呢，他就告诉他的仆人说，如果这个外套啊被阿难尊者啊就是收起来了，那这个是因为阿难尊者啊，啊，他是佛陀的侍者，那他也负责呢，就是每一次佛陀说法结束了以后呢，他要负责啊，就是啊，就是要保管啊，当时啊，这些信众啊，他们听闻佛法以后啊，就常常会有遗漏的东西啦，啊，就像我们现在就是有这一些啊，失物招领处啊，那这个阿难尊者呢，他就是啊，就是要保管这一些失物啦，啊，就是这个遗漏的东西啊，所以呢，当时啊，他就啊，这个毗舍却呢，他就交代他的仆人说，如果已经被阿难尊者啊，哦，他已经先啊整理这个地方，然后啊保管了这个遗失的东西啊，保管了的时候啊，那就不要再去跟阿难尊者啊要回来，而且呢，他希望就供养阿难尊者啊，他就希望说，既然遗失了，然后被阿难尊者保管了，那就啊供养阿难尊者。可是当时呢，阿难尊者啊，他就不接受啊，就没有接受他的好意啦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毗舍雀啊，这一位啊，就是我们说的佛陀的这个最虔诚的女弟子啊，她当时呢就决定把这件外套啊，就把它啊，就是捐出来啊。她就当时呢就啊，表示他要把这件外套义卖，然后要把这个义卖的这个所得啊，全部都捐出来。那当时他要捐出来这样子的义卖的所得啊，可是呢，实际上他这个外套太贵了，所以也没有人买得起啊，啊，就也没有适当的价钱呐，啊，所以他就干脆呢自己买下来，然后买下来呢，他把这个外套所值得的这个价钱，他自己付了这个钱，那就等于是他买了这个义卖的这个外套，等于他已经捐出去了，然后呢他买回来，然后把这个钱呢他就捐出来呢，就为佛陀新建的一座鹿子母讲堂。所以我们在佛经里面啊，有时候听到看到这个佛陀啊，在鹿子母讲堂啊说法啊，这一座鹿子母讲堂呢，就是毗舍雀啊这位啊这个女弟子啊，她所捐献的啊。那称作鹿子母的原因，那我们也知道了，就是她的公公尊称她的啊。那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啊，毗舍雀呢，他有在遵守佛法的这样的教导啊，就是说他东西掉了啊，那本来可以啊，就是说找回来啊，可是他已经被阿难尊者啊收走了
那他心里呢就有能够布施的心，他就觉得说，哦，那这件东西呢，既然已经被阿难尊者收了去，他再把它要回来啊，他就觉得说，好像有一个因缘，应该是就应该就要布施出去了。所以他是用一个很维系的心，然后就觉得说，啊，那丢了东西应该是有那个因缘吧？那我们平常我们丢东西，我们就会很懊恼啊，那我们也就是用这样的体会啊，就是学习说，哎，哦，原来我们丢了东西，我们也可以就趁这个机会就把它布施去失去啊，布施出去了啊。那虽然他还是拿回来，可是他就干脆呢就把它义卖，可是义卖不了，他又自己出钱，那把那个钱呢就捐出来，所以他也能够借这个机会啊，就做了这么大的功德，就是供养佛陀说法的讲堂啊。那我们说这个功德呢可以共生、共佛、共法那还可以就是建寺啊、建讲堂啊，那都是把佛法传达出去，这样的一个利益是非常的重大啊。所以当时呢，他因为兴建了这座鹿子母讲堂啊，他捐给佛陀的这样的仪式之后啊，哇，他心呢非常的欢喜哦。那这种的情况呢，就表示说他做这件事情啊，他是宿世因缘。所以他说不出的欢喜心，而且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善行，所以他当天晚上啊，他就召集他的家庭成员，就是他的这些公公婆婆啊，他的丈夫啊，或者是他自己的子女啦，因为他已经结婚了，而且生了几个儿女嘛，所以他当时就告诉他们说，哦，他的心愿已经完成了，那他很欢喜的就绕着这个讲堂就是好几圈就绕着一圈又一圈我们说好像绕佛啊，或是绕塔啊，那他呢就是绕着这个他捐赠的兴建的这个鹿子母讲堂而且他一边走一边呢就非常欢喜的就很自然的就唱诵一些偈颂就好像他的心里自然的流露出来的欢喜的一些赞叹的这些寄语那当时呢，就有一些这个比丘呢，哎，看着他的这样的行为都有一点奇怪，说，哎，为什么他今天会这样子绕着这个讲堂然后喃喃自语是不是他的神经有错乱当时他们就去问佛陀了。那佛陀就跟这些弟子们解释说，他绝对没有精神错乱最主要的是因为毗舍却他今天这样欢喜，是因为呢，他自己知道他已经完成了他累世跟他今生的这个愿望那他的这个愿望呢，就是因为呢，他过去世有发愿要行善，然后要来做佛陀的这个这个大功德主所以呢，他今天其实是他自己感受到了他的累世的这个愿力已经成就了，他有发过的这个愿已经圆满了，所以他欢喜得不得了他就绕着这个讲堂呢就一直在赞叹，就是欢喜赞叹所以佛陀呢，就更进一步的介绍这个毗舍却呢，原来他过去世他就已经是都是大布施者，而且他是就是很积极在就是提倡佛法的人所以佛陀又跟这些弟子们就讲到毗舍却的过去世的因缘。就谈到说，原来毗舍却他是在过去世有一位莲花上佛的那个时候那毗舍却那个时候还不是
莲花上佛的大功德主，可是呢，他有一个朋友，啊，也是女性的，啊，就是莲花上佛的主要的女性徒，而且是一位大功德主。那当时的毗舍却呢，他看着啊这一位朋友啊这样的供养啊，当时的莲花上佛啊，而且能够欢喜学佛啊啊，所以他呢当时是观察啊，而且他就是心里呢默默的就觉得啊很羡慕啊他的那个朋友啊能够作为莲花上佛的大功德主啊，所以他自己心里也发愿说啊，他也希望呢他也有这样子的一种德行啊，他说啊他希望呢他将来啊也都能够供养佛。那尤其他那一世啊，他学习他那个朋友啊，他就啊也连续七天就邀请莲花上佛啊，跟莲花上佛的弟子比丘们呢 啊他就连续供养七天，然后呢他就供养佛跟比丘之后啊，他就发了一个很虔诚的愿，他就希望他在未来世能够啊生在一位未来佛啊作为他的主要的女弟子跟功德主。所以他就发了这样的愿，就是啊他要在未来佛的时候呢能够做到啊供养佛，然后作为他的主要的女弟子啊，那做了这样的殊胜的这种发愿啊。那当时呢他发愿的时候呢，这位莲花上佛啊他就马上呢用啊佛的这种神通啊啊我们说天眼通啊啊那佛的这种啊智慧啊，他就观察，马上观察当时啊这位毗舍却的过去的这个时候的啊的愿力啊，他就看到说啊他的这个愿呢他是在未来确实可以实现啊，所以就表示说一个人的发愿他还是有要有他的这种善根因缘啊啊。那当时莲花上佛就是用他的神通力啊，那尤其是佛能够观察他的过去未来，所以就是马上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愿力是可以实践的啊，就让他有更大的信心啊。所以当时呢啊就是莲花上佛就为他受记，说他的啊愿望是可以实现的。那当一位佛为他的弟子们受记的时候啊，就表示说他是有这样的善根啊福德因缘来真正圆满成就他的发愿了。哦，那这样的受记是有他的实质性，只是说他发了这样的愿，经过佛的受记，还要经过他累世的修行啊。哦，所以从莲花上佛啊，哦，是过去佛啊，哦，那到释迦牟尼佛，哦，这个中间已经经过很长远了，因为接着呢，在这个法句经故事里面呢，啊，又谈到说毗舍却呢他后来又生在迦摄佛啊，那我们知道这迦摄佛是释迦牟尼佛啊的现在七佛里面啊的第一尊佛啊，所以迦摄佛啊都在莲花上佛之后了。那这个时间呢都经过多长啊，从释迦牟尼佛之前的七佛啊，就已经经过这么长远的这个累劫了啦啊。那毗舍却他原来呢是已经累劫以前就已经发过要成为未来佛的大弟子啊，女弟子，然后能够作为大功德主，那他也能够累世都是这样子在修福报啊，都在行善行啊，所以
迦叶佛也为他受记，也为他证明说，他将来是真的可以在一位未来佛的身边学习，然后真正作为他的重要的女弟子跟大功德主了。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他的弟子们呢说了毗舍却的这个过去式，大家就知道说，原来呢这毗舍却他这一次的这种福报是他过去就累劫就在行善的了，所以佛陀最后的结论说，毗舍却他因为在前世很积极的来行善做善业而且呢他真正成就的这么多的善业所以就好像是一位真的是种花而且能够修饰这个花朵的一个这个专家他收集了很多的这个花然后来制造这个花圈所以这个是在印度的这种社会背景他们很喜欢采花然后串成花圈来做庄严的事情所以用毗舍却佛陀的重要的女弟子又是大功德主的一生的善业他的善业是有智慧的然后又能够坚持佛法的对佛法绝对有信心又落实在他的日常生活里面那就好像一朵一朵的花朵圈起来的花圈一样所以他的一生就是符合佛陀的法句开示的所以我们也学习毗舍却能够多行善行就好像一朵一朵的花朵来成就一个花圈那我们把学习毗舍却他的善行的功德学习的这样的成就我们来做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护持中华护身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护身协会划拨账号4213848342138483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5-679012-001-195-679护持护生放生超度阴生未生胎儿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梁皇宝忏法会恭请湛山法师湛江法师湛同法师共同主法日期7月27日星期六上午8:30招请7月27日星期六至7月28日星期日8月3日星期六至8月4日星期日每日上午8:30礼拜梁皇宝忏7月29日星期一至8月2日星期五每日下午2:00恭诵阿弥陀经暨慈悲施食8月4日星期日下午2:00大甘露普施法会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07-282-027807-282-0278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义共沐佛恩法会